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セーパーカク。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这个系列就是这个没人请我们试新车，我们买回来自己试系列，回来实测看看哦，开5000公里会不会掉价？好，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就是2020年10月底交车的尼桑新的 Sentra， 可是这个颜色我们买的不是仙草色，我们买的是豆花色。那我们也没有加，好像15000吧，可以选双色的屋顶，没有选。好，因为这测试车测试完可能就直接折价出售。它是第三代的 1.6G 的这个尼桑的引擎，那当然有等同 GTR， 哇，这真讲哎，好，跟 Kicks 一样。镜面融色钢体技术要好，哇，我们知道气缸很强，对不对？上次讲过了。还有这个板件有没有？车体结构是什么？热冲压，好，很猛干，可以耐受这个1500 kPa 的压力，意思就是很硬的意思啊，安全性很够的意思啊。还有等同 GTR 的什么超低跑车风阻，好像是 0.26CD 吧。这一次哦，它的线条我真的觉得它做得蛮利落的。那我一直到柯B交车回来那一天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个车，真的远远看那个车开进来哦，这一代的 Sentra 真的是肌肉线条，我觉得外观上蛮利落。那有很多人说是缩小版的这个 Artima， 还是有可以嫌的啦。外观每一个车评都会讲到这个 V Motion 的这个家族性的代表，但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镀铬饰条。不够帅，好，不够帅，我不喜欢。然后你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尼桑的 Mark 哦，已经没有办法装饭菜当便当盒了，哦，它已经改成像类似这个23P 的宾士这种镜面的感应器的部分，哦，那这边还有前雷达的探头，蜂巢式的水箱护罩，而且它水箱护罩是用钢琴烤漆的。我觉得它整个这个气坝跟它的这个侧边的线条跟下巴做的真的蛮不错。它有个特点哦，除了这个矩阵式的头灯，这个每个车评都讲过了嘛。那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它连雾灯哦都是 LED 的，大灯跟雾灯都是 LED 的，搭配的是17寸的铝圈，哦，215/50/17呀，搭配是普利司通的，它这个大家常讲嘛，双色切削的17寸的铝圈，还有环景系统，所以它的镜头是坐在后照镜底下。那它也有附赠这个是 iKey， 欸，它有没有拉门把开门啊？好像要按，对不对？哦，我现在一锁起来就有一个鸟事，它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设定，锁门不会折。好，现在锁起来，我看拉门把它理不理我。好，不理我。好，没有摸门，好，还是按这个才可以开。啊，它有这个等同野马功能的远端遥控发动，你车门要锁起来。好，要一直按着，按超过5秒以上。好吧，先吹冷气，所以代表什么？你熄火冷气不能关，不是说不要怠速发动吗？有没有？以前是不是有一阵子说什么怠速发动超过几分钟要开罚单什么什么的？为什么可以这样？你人不在，为什么可以这样？反正我跟你讲，要一阵一阵的啦，海龟吃吸管还是什么？那一阵一阵的。现在妈的，便利商店是不是有吸管？台湾监理站也一样啊，这一阵子在抓排气管哦，风声鹤唳哇！上次那个。长隆大学那个有没有？哇，隔天那10台警车去巡逻，有没有？冲啊小，台湾就这样嘛，装个一阵子，好啊，等风声过了，恢复原来的生活。它这一次的折线很多，你看哦，引擎盖就两边各有2个折线，对不对？这边又一条折线，所以光引擎盖就有4道折线。然后侧身这边一个折线，轮毂带下来之后，中间又折线，下面又折线。有没有一直带到这边？然后这个有一点类似那个以前的肌肉车啊，好，雪佛兰的或者是野马的，他们习惯性的把这边折进来，打造出一种轮毂的一个造型。所以这台车以后撞到，我跟你讲，没有人要帮你钣金的，线太多了。其实这尾灯做的是还不错哦，但是啊，我觉得阿呆可以放个比对图，它有一点像 Artis， 又有一点像 Lexus， 又有点像 Elantra。不过我觉得是这样啦，哦，你不觉得头尾灯的造型啊？每一个世代流行的东西都差不多，有没有？大家做圆灯的时候，大家就一起做圆灯。有一个年代，那个流行这个宽的长方形的，就大家都做宽的长方形。啊，这大家都会讲啊，560公升啊，应该是同期车最大的后车厢，真的是蛮深的啦。然后这个很多人讲过了嘛，有没有？美规的车辆要有一个拉，好，哦，怕你被丢在后车厢，好，你可以逃脱。好，一样有一个备胎。哎，后车厢真的很大。你看备胎下去啊，还那么大的位置，
还一个手掌长度，你看正常备胎放上去都差不多到底了，有没有？这是蛮大的。好啊，我们不要讲那么细节啦，这什么蜂巢，就是，哎呀，一格一格的这样。但是我觉得啦，后面下面这个扰流的这个设计，好像买白色跟它同色看起来就有点怪怪。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是要一个熏黑的啦，或者是一个雾银色的啦，感觉好像会比较好看一点。好，那你在想说我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嫌，对不对？我们不要老是要嫌人家，好不好？好，我们就是要赞许一下嘛。像我就觉得外观还不错啊，前面的水箱护罩我觉得不太喜欢，不够霸气，不够帅气。好啊，不过他这个车本来就是一种新好男人嘛。其实最早叫新尖兵，就是那时候 SER 那个年代，之后才改成新好男人。好，哦，还有什么 Sentra CE， 好，哦，Sentra High V， 好，哦，Sentra 180， Sentra M1， 以前都有一些代号，你知道吗？首先坐进车内啊，我最喜欢闻味道了，你知道吗？车上有新车味，不过是塑胶味。然后啊，我那天第一个发现就这个，看这个脚刹车啊，离这刹车超近的，你看。超近，一般，对啊，一般在这边，对不对？然后它这个左脚竟然没有休息踏板哦，你看，它这一次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比龙毛地毯省，它竟然给薄薄的这个，这比我帮我 BMW 换的那个厚度真的有差，好，哦，它就给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有省成本。然后你看，我的左脚竟然要放在它的地毯上，可以预期什么，你知道吗？以后我们估车啊，会这边都脱皮脱毛，然后这个真的，哎，你看我这样要踩两脚打架，你有没有看到？我是觉得这样啊。他已经有，他这一代已经有做那个自动刹车了，你知道吗？他已经有做自动刹车，为什么就不干脆改成电子手刹车？啊，可是这个又有人有话讲哦，科技那么多，你不是说科技那么多坏掉，对不对？啊，是不是很矛盾嘛？你又做了这个自动刹车，你又不给电子手刹车，是有点奇怪。当然，有时候我们不要说硬嫌啦，哦，那他做一台车，他有他成本考量，他要赚钱嘛，所以他一定有些地方要慢慢拖，慢慢省。好，也许这边就省了点钱了，对不对？那也许地毯就省一点钱嘛。好，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他还省了什么钱。好，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方向盘平板的，那跟那个 Kicks 很像，可是我觉得摸起来哈，塑胶感太重，太滑了，而且太细了，它没有那个皮感，你知道吗？然后有盲点系统在这里。好，然后呢，这个地方有包覆卡泵，这个我有给它抠过。应该是包上去的，然后这个皮革也是 Soga Play 啊，中控台呢？这个中控台就让我想起什么车，你知道吗？某个年代的，好像15年左右的 Artis 或是 Yaris， 他们那时候很流行哦，把塑胶弄缝线。好啦，他可能要让你看起来比较不那么像塑胶的啦，所以他故意用车缝线啦，大概是这样。那我先调好我的驾驶的姿势，我们去看一下后座。听说这只后座蛮屌的，哎，这个方向盘上下加前后四项。我调好了，看后座，你看这边有没有？已经剩不到一个拳头啊！我这样躺起来，我就觉得有点帽子已经差不多顶到屋顶，是空间是还蛮局部的、局促的，但前后 OK 啦。你看前后真的是 OK， 我，哦，后面有 ISOFIX， 我看一下引擎室先，我拉一下引擎室。哦，它这一代的设计，油箱盖还是要里面的拉柄。好，哦，现在有很多都简化掉了，都直接跟着那个中控锁开关。用拉柄相对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它只要做一根钢锁。那你如果要把它做成跟着中控锁门锁开，有没有？你就要做一个新的马达。所以绳索跟马达哪个便宜？所以就改成绳索，绳索比较便宜。哦，引擎盖还蛮重的哦。哎，但是我先讲好不好？强不强跟重量感没有绝对的关系。阿达，你知道我看现在的车子啊，我最喜欢看什么，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看它贴的标签啊，或者它里面的那个液晶的荧幕控制荧幕里面有没有写简体字？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如果我买在台湾买到一个车，然后上面写简体字，我会很赌气。所以我刚刚也在看哦，你看像它这边这个就简体字了，有没有？产品名称、产跟称，对啊，这是简体字了，哦，然后不过这个贴纸就繁体的，可是你看我们这个已经掉漆了。以后这边会生锈，你看这边一定有白漆的，你有看到？新的就刮伤了啊，因为它压进来刮进卡刮两个地方刮，这两个地方刮，所以它这已经刮伤了。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全世界各地哦，有时候大家都配合生产啊，你生产哪些东西，它生产哪些东西，最后组起来降低组装成本嘛，所以可能有一些地方是对岸做的也是蛮合理的。不过引擎蛮小颗的，你看整个那个 size 很小。哦，发电机也变得蛮小颗的，这真的都是新的东西。你看它的进气箱啊，也很小，
它现在已经把整个引擎啊，刚刚我看到发电机、进气箱全部都小了一号，然后它现在已经改的跟这个欧系车比较接近了。现在直接这边副水箱已经做有压力的，以前旧式的引擎副水箱是没有压力，也就是说你在热车的时候是可以打开的。那它现在已经改成封闭式的，所以你热车的时候已经没办法打开这个，会喷起来。那以前旧的尼桑就是做非密闭式的，所以你在热车的时候副水箱塑胶的水桶是可以打开的，是没有问题的。它是膨胀箱。好，引擎是这样结束，我们去室内。来了，我先发动哈，水电机。来，我看一下仪表板。有没有简体字？哦，没有哦，蛮繁体的，不错。它只有中间是液晶的，好，然后两边是也是还是传统指针高反差式的。哎，不，没有手字牌 ，Kiss 好像也没有，所以它这个就是传统变速箱 PRNDL 没了。哦，然后这个杯架周围也有贴卡蹦，然后这个也就是一般很廉价的塑胶。这边有一个点烟器 USB AUX 双区恒温系统 Push Star， 我们买的是顶级的。他当时分三个等级，737983吧，啊、哦，他这个预测等级，又看到我每次看到这个都很讨厌，你知道吗？这很像我真的我小时候的那个厕所灯的材质就是用这种，然后这灯这样，啊反正我讲了，好，它是省钱啦，可是我个人是更偏向于那种按键的质感，像他这个按键都是那种，你听他那个嗲嗲嗲嗲的声音就是很没质感的声音，然后再来一个光就是那种。一开就哇，黄光有没有？更有质感的当然就是那种打开是这种渐亮式的那种感觉。那这一次这个两边哦，两侧是做长方形的这种扁形的这种出风口，中间做圆形哦。然后它也是从这边你可以去控制这个风关起来。反正现在国产车八十几万就是这样，它这个质感就不是很好，很松。你看，我跟你讲，这个你想要吊一个那个出风口那种方向剂哦。保证垂头，没有那种阻力在，所以真的松到很夸张。反正这个的操作质感不好啊、哦。啊，这中间台压，它现在就有一些功能，全速域的跟车，但是车道偏移没有自中，哦，偏移只有提醒跟辅助而已。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烂，它这个啊哈，虽然这边有个车机设定，对不对？音质调整有没有？摇滚、爵士、古典、舞曲。我跟你讲哦。这喇叭真的很烂，就是它这个是模拟那个音效变化有没有？可是它喇叭的本体啊，我不知道，一般如果木耳可能听不出来啦，我坦白讲啊，你如果像我们有比较有在常听很多车的音响喇叭，这个喇叭算应该是很便宜的喇叭。我其实我不太会去嫌车子的喇叭好或不好。我之前是马三的影片的时候我讲过，你隔音烂，喇叭这么好没有用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喇叭就是一般辅之。好，一般的水准就可以了 ，normal 就可以了。我跟你讲，这是烂，这喇叭真的是烂，它完全没有那种什么低音高音感，就是那种很薄弱，然后听起来声音很扁的那种喇叭。好啦，再来就出去试车了，好不好？走 ，DS， 哦，这是 S 啦。你看我这样，这边有个小按钮，有没有？我按这边变 DS， 然后我再按一下就变 D。Sport， 那我们出发了，走。很多车评说这个底盘很棒，什么？试一下，欸，我觉得这个车也是哦，我之前教大家怎么去判别一个车的操控感，对不对？这个车其实虚位也蛮多的，你看哦，我现在方向盘直了，对不对？嗯，它的左右的也照有十度的虚位，你看很虚啊，你看它这个大概这样子，你看都是空的，我轮胎现在是没有动的，这样幅度算大，很大，大概十度左右吧。我最喜欢试的车的这个，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越虚啊，就代表你真的你就不要跟我说什么操控多精准多好，不要跟我讲那些东西。当然它的设定，我们本来也不是要求说它的设定必须要操控很棒，好，我只是在跟大家分享说它是有这个虚位在的，因为它本来也许它的定位就是一个家庭房车，对不对？行李箱够用，后座够大，有后座出风口，哦，电视影音气囊数够，安全系数够，板件够硬。一般家庭用得上就这一些。哎呦，看它震动好廉价哦！你知道像什么？这声音像什么？你知道吗？你不小心买到太便宜的跳蛋，它那个震动是很没质感、很虚的那种震动哦，很空洞的那种震动感。手机的震动都比这个扎实。再给大家听一次，歪了歪了。哦，我跟你讲，你买到不好的跳蛋，第一个那个震动品质声音不好，对不对？
你开到最强，妈隔壁他听得到你的震动声，你知道吗？这个震动是真的，震动品质很差，是廉价的跳蛋。我这样定义会不会以后大家看过我们影片，到处都讲说改了廉价的跳，真的是廉价跳蛋的声音啊！哦，有买这个车有交车的人试一下，看我讲的对不对？这真的是廉价的跳蛋，今天还就超小的，几辆39块的那一种。哎，这底盘过坑洞，虚虚的。虽然你可以感觉到它车子结构是扎实的，可是我过这个伸缩缝，我觉得它底盘的反馈有点空洞感，有点空洞感。然后风隔音。风切声其实我觉得不小，今天风是比较大啦，坦白说今天风有比较大，然后引擎室的隔音也觉得不是很好，觉得引擎就在你的前方而已。一般好的隔音跟不好的隔音哦，以挡火墙来说，就是你感觉引擎是在你外面的东西还是在你里面的东西。那这一台车我开起来哦，会让我觉得引擎是在里面的东西，不是在外面的东西。我觉得它的引擎的隔音、底盘的隔音跟风切声的这个整体的隔音啊，你看像现在隧道很明显，哎，其实后面那个货柜车离我很远，但是声音很大声，所以我觉得它这台车整体的隔音没有 kiss， 甚至我觉得没有 kiss 好。那刚超大声的，从旁边开过去超大声的。那基本上我现在整个油门我觉得算是轻快的，它这次新的引擎跟这个变速箱哦，真的有让人家开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笨重的感觉。其实旧世代的 Sentra 哦，不管是前一代的 NCVT 或是再前一代的 Sentra M1， 其实都会让人家开起来稍微有一点笨重的感觉。那以前为什么 Toyota 卖那么好，就是因为 Toyota 的油门踩起来比较轻快一点，所以会觉得好像比较符合台湾的市区使用。所以他这次有学聪明了，他有把这个油门啊跟变速箱的反应调整在比较前段的部分。所以我刚刚在10到60之间，我觉得加速起来油门反应都算蛮轻快的，可是它只要超过3000转引擎超大声，它其实在60以内齁，坦白说开不太出 NCVT 感，可是当你油门踩深一点，转速超过3000转，那个 NCVT 感就出现了。哦，真的还是没什么力耶，然后去爬山就知道，很像牛，你知道吗？油门踩下去，哦。它这次的沙发其实没有之前那么软，比较挺一点，蛮舒服的。可是支撑性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没有，我觉得没有以前那么软的啦。上次我在网络上看到人说，请问有没有推荐开起来比较不会晕的车子？其实我觉得车子啊，坐起来或开起来比较不会晕车，其实要符合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你的，当然你的。避震器嘛，你不能有太多次的弹跳，你经过一个坑洞碰碰一次就好了。但有一些是会有余震嘛。那其实我觉得第二个大家很容易忽略，其实椅子，你开山路对不对？左弯右拐，左弯右拐，那你这个支撑性不好的时候，你的人会跟着这样滑动，你也会造成你比较更容易晕车。但是如果你这个两侧做得好的话，其实比较不容易晕车。其实像我开我那个 BMW218 有没有？其实它的弹跳感蛮严重的。就是它避震器算硬朗的，可是啊，我在开那个山路的时候啊，反而比较不会被我老婆在旁边坐晕车，因为就是因为它的椅子的防滑，因为它那个麂皮的嘛，然后旁边的包覆性又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椅子哦，对于会不会晕车其实影响也蛮大的。哦，大声的跑不动哎，不会跑啊，所以我说这台车哦，我跟你讲。以前收你的是50公里以内的好车，好不好？这还是60公里以内的好车，而且不能急加速哦。你看到你假设我一般载人，我在60内，然后我顺开，油门不要踩太深，哦，其实你会觉得哎，还 OK， 哦，蛮安静的，然后顺的，有没有？哎，赶时间，哇，然后还是很慢哦，哎，欸，很酷哎！你看哦，我雨刷切一段，这边会显示哎，这还蛮屌的，这个要称赞他一下好不好？这蛮屌，你看雨刷关掉，他就跟你讲雨刷在 off， 这个算蛮屌的，这蛮屌的。看，哇，看就是，那呢？哦，他这个有一个跟BMW 很像的功能，就是一般我们是把方向灯切到底嘛，对不对？它会闪。
好，等下它可以拨一下。好，闪三下。闪三下的用意是换车道啊，因为你有时候你拨到底，你要打到死，它才会跳回来嘛。但是你这一个弯或是你切车道的时候，并不会把方向盘转到那个会切回来的那个程度，所以你变你还要自己拨回来嘛。有时候你换车道是拨下去以后，你自己还要拨回来。对啊，那它就是少一种，你只要轻轻弄一下，弄一下让它亮三下就好了，你就换车道了。它几匹啊？为什么会开起来那么没力啊？136，这种136，那这变速箱真的不行。136匹，我坦白说，以1600cc 来讲不算少哎、欸，可是它开起来的感觉哦，像110匹。哎，我给它开 S 好不好？我看开 S， 开 S 怎样？哎，感一样啊。我跟你讲哦，我现在开 S 之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它只是帮你把转速后高一点而已，但是并没有比较有力，所以应该是它那个里面的模拟。好，变速的模拟的机制有改变而已。正常来讲，哈，我吹到3000转，我放掉油门，它应该就掉下来，对不对？那我开了 S 之后，我吹到3000转，放掉以后，它是慢慢，它会把你的，对，它把你的转速 hold 的比较高一点，它就是用这一种错觉来造成你觉得很激情的那种感觉。好，我们要上山了，来咯，山路。那、啊、这也没有手自排，不能切换，所以一切都只能靠它了。好不好？好，不行啊，都爬不上去啊，靠腰啊，怎么会这样？哇，我踩得很深呢、欸，他叫的，你看他一直 hold 住有没有？对，没有掉下来。有没有？他转速一直 hold 住有没有？但其实我 S 如果按掉以后，我一放，他就掉下来了，对。不过我掌握到开这个车的方法了啦。你开这台车，你就是油门大概稍微踩个3公分左右就好。你如果尝试着要把油门踩更深，超过一半，你就会像牛一样，有没有？牛来了。这声音我真的不太行。我妈跳单跳看，我看了，哇啊，什么东西？不过它方向盘哦设计的蛮轻的，坦白说，这个女孩子来开会很轻松，真的很轻松。它的底盘转向其实我觉得算是蛮明确的，不会模糊。只是说真的方向盘的虚真的太轻，再加上它的虚位很多，所以你看我在弯中我还可以这样动，可是它轮子还是不理我，它还是继续转哦。你有发现？那避震器哦，我现在过弯我觉得哎这边就有点余震了。它不会只震一下哦，它之后会再晃个2-3下。它没办法，因为它舒适就是这样。虽然不至于像船一样哦，可是余震是有的。可是这个我觉得可以接受啊，因为是家庭房车。你看，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公车声音离我们超近，都传到这里来了，有没有？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的玻璃啊，跟它的前面挡火墙的隔音做的不是很好，那个地方应该做的蛮薄弱的。真的，我们跟公车现在离站应该大概10公尺，8至10公尺左右吧。可是我会觉得它那个公车声音一直传进来我们这边，这玻璃应该是蛮薄的。哎，我不是说玻璃，哎，这个车一定要玻璃做很厚还是怎样，好不好？这只是一般的评价，它设定嘛。评价哦，欧多巴有没有？你们觉得声音全部都传进来？我觉得它玻璃应该是很薄啦，它隔音的玻璃隔音真的蛮差的。我不是说它一定要很厚啦。隔音超棒啦，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们感觉啦，因为反正你花多少钱哦，买到值不值的东西，那你们自己评估啊。我只是就我自己的感觉去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反正车我们自己的，对不对？好，天色完了哦，车也试的差不多了，基本上就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啦，就是基本上这车就是一个真的就是符合它以前的名字，新好男人。啊，如果你是一个需要空间、后车厢空间、后座空间，我觉得跟我当初评 Kicks 很像，家庭用、安全配备够、智能系统够、恒温、气囊数够、防滑，甚至有一个车道偏移的提醒啊，或者是全速域的这个跟车的系统，没有车道的自重哈、哦，然后它还有自动的刹车的功能，好、哦、预防爆冲，
如果你车已经很接近墙壁了，你油门再踩下去，它会把你刹车，它不会让你冲。大概就这一些基本的，我们家庭适合需要这些大大小小的功能都有。但是身为一个家庭房车，它做的这个样子哦，我是觉得真的还蛮利落、蛮帅的。好，那怠速的稳定度啊，或者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哦。方向盘也感受，这自证这次做得很好。你看我现在怠速几乎感觉不到车子是有在发动的状态，甚至我把摆到 N 档应该更夸张，对，完全没有感觉。那听说他这一次的 NCVT 的这个钢带啊，听说啦，他们说是说这个钢带有经过强化。那其实依照我们以前在维修 NCVT 的概念啊来说，通常 NCVT 的变速箱容易坏都是坏在钢带，因为钢带会越拉越长，越拉越长，疲乏嘛，到最后就空转，因为它带动不到了。那如果这个钢带有经过，是确实有经过强化，就代表说它可能它的变速箱耐用度应该会有所提升啊。讲是这样讲，我也不可能拆开试啊。有人跟我说叫我把它拆空，我说靠腰啊，等到有一天有干爹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这个专题好了。而且拆空再组合起来，应该没人要买了吧？搞不好装不回去。装不回去是刚好而已啊。任何的电器用品，任何的东西都是拆比装还要容易，把一个东西弄坏比较简单，把一个东西修好比较难啊。你跟你女朋友要把关系弄坏比较简单，要复合就比较困难啊，要跪啊，要爬，要哭啊，要拉，有没有？弄坏很简单，给他一巴掌就好。那因为哦，我们做这一系列购买新车的这种影片哦，真的是花我们自己的钱下去烧出来的。那也期望说这个车到最后我们测试预计可能会在年底吧，也许。好，那如果有对这个车有在观望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锁定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小狮的 IG。好，那当然我们 YouTube 也一定要订起来，鼓励我们，好，去支持我们做这种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我也不知道从哪时候开始流行买新车回来试完把它卖掉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先的。我真的觉得这个计划多做几次干，我应该就跑路了。哦，对，还有一个哦，有人都会留言说嘛，这是什么嘛？你上业配？我跟你讲，没有，绝对没有人要给小狮业配回来嘛，讲他像牛一样，他真的像牛嘛？你不要去鱼市，你去新车市，你把油门踩下去，你看像不像牛？我真的没有胡乱的，我们身临其境，好不好？好啦，真的鼓励一下我们，那让我们有一些流量来做这些事情啊。那也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我们。那支持我们做更多类似的影片，下次见啊！吊车的影片，对不对？不是，你怎么知道吊车？对不对？有人留言说，小狮哥你哦，我本来要去买的，因为这影片我不买了，我不管你是真的还是胡乱的，好，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值得了，对不对？下次见，拜拜。
我怎么觉得今天的道路特别长啊？我就一直跟着这公车，然后我们两个就无止境在这山路里一直开。你知道以前辛亥隧道有一个传说，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开一台法拉利跑车，帅，开进去，然后看到一个阿伯在骑脚踏车，那他就想说，超过那台脚踏车，就后照镜看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有没有？就越来越远嘛。脚踏车越来越阿伯哦，一个老阿伯，他很怕啊，因为半夜辛亥隧道那么多鬼故事，对不对？想说半夜怎么大半夜一个阿伯在那边骑脚踏车，快点先超过他再说。就看他越来越小以后，有没有？哇，开到60、80，哇，阿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想说哦，好，超过他没事的，对不对？一秒钟的时间，看到阿伯咻超过他，然后想，干，我是法拉利，怎么可能？他想说不可能遇鬼了吧？他再追一次看看，超过阿伯，隔两秒钟又看到后照镜，阿伯干一飞快的速度越来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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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又冲过了，干他吓死了，吓出一身冷汗。后来出隧道，停红灯，阿伯也停到红灯，鼓起勇气，阿伯你是人吗？你怎么骑脚踏车可以骑这么快？那阿伯说，少年呢？没有，你后照镜勾到我的吊带。啊，你看橡皮筋啊，有没有？后照镜勾到吊带，橡皮筋又啊又啊，弹就弹出去了，有没有？干啊，没有听过这个鬼故事？没有。干啊，我以前差一点他妈要去玫瑰之夜讲这个故事。玫瑰之夜，你知道？那个我跟你讲，底下留言的大家都知道。セーパーカック。